看我旁边这一只母犬啊，到今天的话，它发情已经十几天了啊。今天去给它测的那个排卵值，能达到70%以上啊，还是可以的。所以说今天就准备给它要整个整个动物多配置，吃的很肥啊，因为包子量也很大，它后背。感觉这个狗狗像是已经怀上了一样，其实呢没有怀上的。它是一个出了很多精品的一个狗狗，包子级的一个，长得非常漂亮，大包子脸啊。今天给大家找的一个公狗的话，是一个小日本引进的那个狗，咱们去看一下。你看这个小公狗就再到这个门这里转一圈转一圈，急的呀，也是老想过来。看到没，现在公狗已经出来了啊，母狗也是非常兴奋的。看到没有，追着这个公狗跑，让它来配，因为它现在的话已经差不多了，玩的非常好啊，相处的还是非常融洽的。这个小公狗的话毛色是非常漂亮的，看到没有，出来就开始撒尿，母狗就跟着它来回跑，还不让它碰。你看它刚才上一下，它立马就，吃的太肥了啊！你看它要跑不动了都。你看啊，现在都已经交配上了啊，看到没有？吃的很肥，大包子，腮毛很好的啊，而且它也有色泽纹，像这小狗，这母犬的话，配的话，配之前一定要给它做个检测，这样的话就是受孕率是非常高的，长得很漂亮的啊，挤得眼睛都没了，现在已经交配完了啊，你看。这个公狗还是围着这个母犬在转啊，还是不错的，不像其他的狗狗配完立马就走了。哎，干啥呢你？